哇，这个光线真的好恐怖！那今天呢，就先来喝这个椰子。这个椰子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我买的时候没注意看，因为是夜市，然后这边破了一点，然后刚才漏了一点在塑料袋里，我已经用吸管吸了，然后现在就先把它喝掉，然后可以吃这个肉。虽然大晚上吃这个会长胖，但是咱也不怕胖呀，对吧？因为很容易减啊。先喝这个。这个椰子太新鲜了，这绝对是何德何能系列，一口登仙，哇，简直太绝了！我现在喝了一口哈，包括刚才也喝了，然后我就想把它剩余的几个全买过来，等一下要不要出去？太绝了，这味道太美了。你上次那个糯米椰子不知道好多少，而且很方便吃，不用舞刀弄棒就可以吃到，太好了。哇，好好喝。太棒了，然后真的有一种冲动。等一下就过去把它剩余的再买过来。好甜，好清爽，好清新呀，太好了！今天真的是幸运爆棚。太好喝了。真想给大家尝一下，现在可以吃。他给了一个勺子，如果他不给的话，我只能上手了。哇，这个也好好吃啊！这个特别嫩嫩软滑，哇，绝了！而且这个椰子在清迈门夜市白天没有卖的，只有晚上有。等一下，我真的有必要去一趟了。还生熟吧？哦，这里面还有水，还可以再喝一下。啊，太好喝了！怎么回事？椰子水流到我裙子上了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一直往我腿上滴答滴答。什么？说什么来着？忘记了，吃吧。它破的这块应该是这块的肉比较嫩，就是在同一个椰子上面，它的这个。嫩和老也不是完全均匀的。那个破洞是让你插吸管进去的。我老师在指导了。好吃哎，真的，谁要是没吃这个，我觉得真的是
人生一大憾事。今天本来是要连着赶回去的，但是我儿子晕车就很不舒服，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是，就是如果很拼的话，就是可能对健康会有一定的损害，所以呢就也架不住儿子的央求和威胁，就在这边明天再回去。你是我估计你是脑子进水了，我哪里逼你了啊？我不就是怕晕车吗？你放那么些狠话你忘了？我什么说你死了也吃不了两个冰淇淋吗？那明天回去吃两个冰淇淋。明天没有，明天没有。我在屋子里翻呀翻，翻到钱我就去买电视。咱们俩好吃啊，这个嫩度就是正适合。哇，这里面还有一滴，可能是两滴啊。桌子上有没有人舔一下？好好，这椰子就吃到这里了。